再来读圣经，记载着两年第一月二十日，四大行传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九节。即节我用台语来读。四大行传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九节。我著徛伫阿弥山中，讲哪点人啊？无看见万事敬畏神瞻仰的心。因为我在行营的时，看到恁所敬拜，拄着一座山，顶面写讲未拜的像。恁所未拜来敬拜，我来用伊来跟恁讲，迄、那个创造世界、甲其中万物的上帝，既然是天父主，我徛起手做一灯，无互人个手落塞，伊亲像伊有所欠亏，是家己用画面传去。甲人民互敬人，佮创造万邦的人对一个恩怨，徛起伫全地面，佮互伊含着大声定着时机，结束徛起个地界，是要互伊找着上帝，剪彩通吹雨个来得着。其实伊离开咱大人个远，因为咱踮伫伊内外来引导来得着，亲像恁中间最死个人。无讲，因为咱遮个也是伊个子民，但既然是上帝子民，就毋应该也做上帝个本职，亲像引人情，人个功夫，人个心思所调动个。第二位是记载在哥林多，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，路加福音。第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，用华语来念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弃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若赚了全世界，却丧了自己，丧自己有什么益处呢？”这位姐，我们一起来读五个。人若赚了全世界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了自己，有什么益处？下面，那么来读咱的经句。经句记载在《哥林多后书》五章十七节。咱这回用台语来读一遍。所以，人若赚了多，就是最辛苦的。为了代志，一点问题，那宝贝的感谢呢？华语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那就是新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边，咱们请先把杯子传来，得了。